这里是赫尔辛基当代艺术博物馆，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展览，是一位冰岛艺术家的作品，以色彩缤纷与毛茸茸的装置把观众包裹在他的怀里，让我们沉浸在可以触摸到的作品当中。看起来大家都很喜欢坐在这种温柔柔软的东西里面。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也越来越喜欢和有趣而且温暖的人交往，会去照顾别人的感受，温温柔柔的说话，在一起轻轻松松，没有压力，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暖的，你说是吗？